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我的喜欢听默默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国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开欧卡啦。那我们这次欧卡呢，来送货，然后也是跟一位我的朋友啦，阿莫一起来跑车。那阿莫跟观众打招呼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莫。哎，对，那这一次呢，也是阿莫跟我 feast 第一次 feast 啦。其实之前是有啦，就是像是 GTA Five 那些，就是有跟我那个啦。好啦，那这次的送货呢是一般，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货吧。然后我们要送的货的名称叫做牛乳，然后我们要送的是送到纽卡斯尔，然后过座收入是28057。那这次的送货呢是完全的在英国啊，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变三宝啦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运送任务吧。这期我们时间的工作等走咯， Go go。都在这好慢，啊，变快，或者货运吧。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起步，在起步比较慢。交路使用第三个出口，搭车哦。三宝上路，绝对稳固。出口，压的，这个是真正的三宝了啊，直接跟逆向一波。还开人行道上，不要脸！这个比我还要三宝，可以。刹车！什么刹车？按 S 啊！哎呦，旁边那台车好炫！那是三轮的，后面是三的啊，要减速哦。啊哈，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位老太太。我总算意识到了。阿莫干话教室，直接把你开了一间教室。阿莫干话教室，没办法，没人讲什么干话都行。学过的，靠腰超速，恭喜被拍。哦，之前的送货也蛮常被拍的。你又没差钱那么多，每个人都各种聚焦。每个摄影机是各种聚焦，每个测试都各种聚焦。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你。虽然我超速，但是你拍不到我。我快如闪电的意思。没错，不是应该不是说快如闪电，但是应该说是继续执行啊。没有来跟我们巴巴的，我们高速公路上就没有逆向行驶的了。
因为这地方逆这现在这里逆向是正常的，因为这是英国，英国逆向正常的。啊、这个我们从那种正常道路走开过来，我们到这里就要逆向。这也是合我们的话到这里到我们到英国是合法的逆向。其实我好好奇，为什么日本那些国家总是在我们台湾逆向的地方，他们就是那个日本跟英国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些车就是日本制造吗？像 Toyota 啊，他们也有制作左驾跟右驾的。他们右驾的话是给自己国人用，然后左驾的话是给是输出到就是我们正台湾呢的国家来开的。那是公车啊，公车的中巴、啊，靠腰又被白头鼠，啊，各种聚焦啊。你的这一次你跟什么北宜公路女？你记得先按一次 L， 开那个灯。你先按一次 L 就可以开灯。然后继续执行。我们要左转了，左上了。哎呦，每次这种弯我再货我肯定会出事。这个是我的送货币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送货盲文，这里主要就是都要减速慢行啊，像是我这里要是上坡就还好了，下坡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。我都油门吹落。油门一百，红带柳青菜。没错。油门一百，红带柳青菜。货损坏算了嘛，至少有钱赚。那好像都大部分在扣经验的了。你有要加油吗？还不用。OK。我再来说新的也不用接、啊。新的时候就是满的。你就买十几台，啊没有就换一台。我今天买了多台了？买了大概几台？靠右，然后继续直行。哎呦，应该在，应该有50台内吧。继续直行，包含小车，钱太多，包含小车。你是不是嫌自己钱太多啊？哦，这里的钱啊，私底下都是用，就是那种在单，就是还没跑线上的时候，都是用单机然后跑，然后用那个经验跟那个什么金钱的那个模组啊。哦，金钱的压制，好事。呵呵。在我卡的世界，金钱就是力量。靠右，有钱就是任性。然后继续执行。靠腰又被聚焦了，继续执行。对，各位观众应该都知道，各位兄弟们应该都知道，我第九集，哇塞，风景超漂亮的一集，还直接就停下来，然后八股，然后直接在那边拍一张那个照片，拿来当封面照。然后第十集的话是跟我是三宝，就是我们那个好朋友三宝、啊，然后跑欧卡，他真的变得真三宝了、啊。继续执行。目前正在还在那剪辑，那个还没剪呢，就是在待结束之后才会去下载，然后再剪辑。幸好现在手机储存空间很超够的，超给力呀、啊。好的给，呵呵，好给你吃。我以前也是会跟你一样一直带下步啊。
现在的话，只是有时候会啦，但是很少啦，很少等起来不。我这样速度应该跟得上吧？看得到了，看得到。看得到车尾灯就好了。然后继续直行。靠左了。我们要下交道了，继续执行，结束哦。其实我对于上交道跟下交道我都非常的惧怕。你要减速了，甚至我打双黄灯就代表刹车减速的意思。加速上坡下坡减速，就是我现在如果想打双黄灯对不对，就是代表我要减速，或者是红灯啊那些的，或者是前方有车祸那种，前方有车祸，还有这种事情？有啊，蛮脏的。你都两个玩家会正撞吗？正，我们回到原本欧洲那边的话，蛮常遇得到的。像是有一座山呢、啊，就是热门山，就是在里尔跟加莱之间，然后通往到杜伊斯堡那边的山路，因为那边那条路叫热门山。改天有空再带你。再带你去，改天再带你去哦，可以吧？你慢一点啊，我追不上。改天再带你去那个什么热门山跑一跑。我刚高温减速，才刚出来，给我减速。改天再带你去热门山跑跑，要不要？可以啊。要其他的跑欧卡的一起跑。那个欧卡的一起跑。都会跑欧卡的。很多人都会跑，都一起跑我卡的。哦，一起去郊游。想要吃东西啊，没办法，要开车啊。呵呵。啊，三宝蛇行。别蛇一蛇，蛇行直接翻车啊。应该是不会啊！啊，我要被聚焦了，先减速，先减速，不要再被聚焦了，呵呵，被聚焦怕、啊。天天都在聚焦啊，把这些当北移啊，直接变成北移公路啊，开起来啊！直接像一个很像一个粉丝样子啊！哎，有网红啊，有 YouTuber 啊，有公主啊，直接啊，给把你拦下来，跟你说，你是那个 YouTuber， 你是那个谁吗？啊，可以给你拍个照吗？我是还没经历过啊，是希望，订阅数也慢慢在增加啦。当我没看到，我就走后视镜哦。嗯，看完了。我在看到你在那边那个了。继续执行。扭来扭去的。然后人都看得到。不管你在左边还是左边，我不讲，你在看左边。切内线。对，各位新闻们，就是我这送货的时候到结束，我都用倒车的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代表我正在，也顺便在验骑，是在考验自己，就是倒车技术了，就是在增加一些。目前慢慢倒车的话，也是有慢慢好多了啦，也是在努力不断的在增加倒车的技术。哎呦，看到你的货柜飘起来！执行。继续执行。对，那什么，阿莫。啊？你有空的，你就是有空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前面的欧卡送货。
是蛮不错的。这只是第二集，第二集跟第三集观看数不好，第二集啊时间比较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跑热门山，所以才比较久，34分钟。啊，这开头结尾，在开头结尾40几分钟，这30几分钟啊，说错了，这快都快40分了的。这是鬼啊，97，限速97公里。你有看过限速在97的吗？啊，就好像就英国吧。97有这种数字吗？有啊，你可以看你的导航啊。这里限速多少？看是60欸。我这里看是97。那么高？你看导航啊，导航就会显示啊，然后一个圆圈啊，红色圈的、啊，然后。白色的那个，然后上面有其实写黑色数字啊。对，应该有考量到我这台车，我这台车只能跑到60多。嗯，你可以把你引擎用到最那个、啊、最高、啊。你那台没全啊？你那台是 Volvo 吗？还是什么的厂牌？不知道，一个很像红色老鹰的，中间有一个红色的，然后旁边都有蓝色的。蓝色的。那是 Scania。可以改成7730啊，没钱，引擎最大的、啊、就可以一个、啊，差不多数字跟我也差不多啦。难法上我身上只有4万块，不能强求。我希望可以把这里面的钱分你啊，但是我卡没办法。那你可以提供方法。那种金钱模组啊，单机使用啊，可以，有空传给我。要自己找了，先自己找吧，就是在那什么，工作方那边那个搜寻了、啊。有空去查查。看到一个经验的那个图案呐、啊，那个就是金钱跟经验的，经验的话你可以就会像我一样很高了。别破万！我没有上。空间声音有点大。底下不嗨。哎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啦？好，看到你。因为我在你旁边。在我的右边。没错。有浪位，浪位。要怎么切换视角？按那个 W 的上面可以改成第二那个视角。哎呦，第二个视角，哎呀，怎么有点音乐的感觉出来了呀？你不觉得有一个音调出来了吗？没错，那怎么调第一人称？按那个 Q 的右上的那个 E， 就是波啦，波波波波那个波。哦，看到了。哎呦，现在要过那个雪穗了。哦，不对，烤鸭要被聚焦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好贵哦，1080。这个是什么啊？画质吗？这直接罚款1080啊！荷包大师姐，你这边扣1080块。那个是。画质吗？1080。现在就是我现在直播录影那些啊，都是可以到那个1080。要下去了、哦，要左转了、哦。我也是六。好，继续执行。你们刚好一直闪双红灯，我看到了，还有多远啊？我在，继续。原本看那个地点在英国的哪里，东部、哦、还是西北南？啊，不知道多久呢？
可以停下来看一下。继续执行。我就会撞上去了。200公里啊，两小时啊。200公里。哎呀，这夕阳蛮美的呢。哇，这夕阳很美呢。哎呦，撞到护栏了。哎呦哎呦，飘起来了。你是巴士过完刚没结束啊。被你发现了。太明显了。靠右，然后继续执行。靠右，那个靠字真他妈的强调，真的超强调那个靠。继续执行。导航真的很强调那个靠字，你可以之后可以开启导航看看呢，你可以慢慢再研究导航。你们看到我一直那个左右一直闪。有，看到了。继续执行。我一直按左右方向灯呢，我没有按双红灯。啊有啊有有有。水沟盖跑法。继续执行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屁股翘，刚才脚翘起来一些？有看到。好像狗在上厕所，公狗在上厕所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有。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一个水沟盖跑吧？直接踩那个外面，超你车。想超我车啊？有刚。撩雪这边好贵哦，1360，越后面越贵啊。那等下英国的，你刚说金额多少？1000几？1360块。那最远要3000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。喇叭有响亮的，玩喇叭。我刚刚要把它想成那个 GTA， 按一啊，熄火了。你可以改成 R 啊，你可以改成 R 啊，原本是那个 radio 啦，你可以改成 R 啊，我是改成 R 啊，因为我之前也是直接。也是蛮常按到一的，因为我把一箱改成那个右方向灯。跨步流利啊啦，直接一个熄火啊！我熄火熄到，看不到车尾灯了。看到我要开去了，你的要来。成员拓海，要不是这游戏没有那个小车甩尾，早就把他当成员拓海了。有小车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说他小车没有给你甩尾，他没有给你甩尾啊，不然我就成员拓海开起来。可以那个就是雪地的，哦，直接那个了。直接然后等下开，直接飞，直接在那边原地转弯了，直接那什么了。
要播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不知道怎么噔的。然后等下开一开那个填海，藤原填海，藤原墨海啊，藤原阿墨啊，阿墨变墨海。他界面做的蛮好的。什么界面？都卡车啦。嗯。可惜他看不到人物。可以啊。看得到人物就赞了。你按第二，就是那个、啊、第三人称的就可以看到，然后人那什么镜头朝向驾驶座前面了，就是挡末尾以前就可以看得到人了。那人长什么样子啊？靠，要1300，这个1300，我说男的。选男的，人家可以选女的、哦。有啊，有男女啊。我觉得这应该，我应该买一个右驾车，然后在这里开的，对不对？右驾车来开，才开这边。嗯，如此大逆不道，给我开右驾。然后这个送货要送，这个送货送回那个内，就是原本的道路那边啊。结果开的这个是那个什么，遇见了未朋友。哎，他们也巴巴，怎么跟他巴了？小陈他们都没上。对。哎，有谁跟女王欧卡？那个青草花衣啊。然后锁匙珍宝啊，小钥匙矿台啊，还有谁？像我们的副财主啊，去贴我躺在加拿大队啊。哎，我想问一个事情。冰点音啊，蛮多的。那个什么蔡佩瑜，他到底是玩什么跟你认识的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应该是看我台嘛，就认才认识的。可能是我们这里玩游戏啊，没有游戏。只有聊天的份啊！他的话，他只会傻笑而已。使用左边的出口。哎，要下叫我到了。我来尝试播，不减速啊！不行，这要减速了，不行。我让你逃警，你会痛醒啊！在境外卡车，怎么每个来跟我拍片的都想亲我屁股？没有，每个人都喜欢在开欧卡车亲我在境外卡车。我也卡中五瓦胖，我也恰也卡中五瓦胖。乒乓姐，我乒乓姐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人真的是女的话，你们真的会觉得很香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人是不是女的，要等于是卡车的卡，那个卡车的卡车呢？是，我是说我本人的话，我本人是女的话，真的。哦，你们一定会一直喊香，真香，真香，很香，很香。靠左。靠要这2500啊！哦，飘起来了！哎呦，有！有三歪，还有一个。视角怎么拉那么远的啊？你视角怎么拉那么远？你有哪一个的视角？我要到了，就是、我先关一下我们的训练工作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。啊，这名字这么长啊？什么的河畔？使用出口。泰恩河畔。前方右转。泰恩河畔新堡。右转。这么长的、啊。然后右转。右转，右转，然后右转。我们要到了，听起来不像英国会有的一个。我们已安全的来到了，像美国跟我送到的地点的名字不太一样啊。来倒车入库。哦，你要倒车入库、哦？我来看一下，顺便观摩一下。观摩。倒车你都已经要在线上，万一倒车一定要那个什么，打双黄灯。打的，我就直接转，直接转的啦，管你的。哎，有一只往前撸，我要乒乓球，引擎故障。
我现在怎么办？立刻前往，然后打电话。请问一下，我要怎么打电话？你先等一下吧。好，等一下，是不是？等我结束。好啦，我们这次的欧卡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我的这次欧卡呢，请在影片加一点喜欢哦。以及订阅打个二十几赞，就到我下期片我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啊，这也不定时发片。还有也谢谢大家支持啊。那喜欢我的欧卡呢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，那让我知道。然后也感谢阿木来陪我送货。那这次送货的啊，是可忍受的。损赔那时候损坏赔偿哇才要修的11731，然后扣476经验哦要修嘞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是 OK 这结束哦，那我们下次见了，大家拜拜拜拜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你说。来喝酒，一句话说走就走，兄弟你说。好啦，那影片到这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想要你的喜欢，以及订阅、点个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在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